浑身疼死了。哎呀，我也是。我的腿好像肿了。哎呀，我也是。不许说话！熄灯了，再说话把你拉出来。什么军校？像监狱。别说话了，睡觉。哎呦，妈，妈，阿静，妈。立正，下就看齐，向前看，快点。天都亮了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我在给侍卫写信。还给他写什么信呢？我让他等着我。阿静，阿静，都准备好了吧？车子来了。妈，你一定要把这封信交给侍卫。放心吧，你们快点吧，快点吧，车子来了。哎，嗯，开门，开门。阿庆，黄长官，您来了。徐老板，哎，怎么样？许小姐是不是可以上路了？哎，好。哎，你们快点啊！东西都在这儿了。嗯，妈，别忘了写信。啊，许小姐，请吧。阿静，啊，我知道了，爸，你要照顾好妈。好好，快走吧。妈，放心吧。啊，请。阿静，阿静，上车吧。天云吧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他留给侍卫的信。留给侍卫的？我们闺女可不能嫁给乡下人的。哎呀，你这对得起阿静吗？哼，我怕她会对不起我们。哎，走吧。你们听着，我知道你们是来干什么的。只要把许静放出来，我就让路让你们走。要不，我就不客气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样，我都跟你们走，我是不会下车的，请你们把我带走吧。下去看看。是，开车。
路劫到军统头上来了，好大的胆子！哼，我不管你们是哪路神仙，只要把许靖交出来，我就什么都好商量。我原本也不想跟你们对峙，可你们也太快了点赶了先。怎么样，把许靖交出来吧。你也不看看我是干什么的。我问你，许靖是你什么人呢？他是我的四姨太，怎么不信呢？那好，许靖，你下来说给他听听。许靖，说给他听。卢天风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，你残害了多少女人，你当我不知道啊？从今以后我家和你没有关系。哼，怎么样啊，听见了吗？赶快让开，再不让开的话，我可要按军法行事了。上。黄长官，啊，学校该到了吧？不，还很远。学校到底在哪儿啊？学校是个保密的地方，不该问的，不要多问。
徐小姐，请下车吧。怎么？就在这儿？对，通知庞教官。是，徐小姐就打他那个班。徐小姐，请吧。庞教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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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来新学员了。庞教官，有什么事不能明天再说吗？是黄长官的命令，又来新学员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回去吧。是。进来吧。姓什么？叫什么？许静。你先去睡觉吧，有事明天再说。嗯。要答是。是。长官，启动没？到。这个是分到你们组的新学员，你要交给他该学会的一切。是。你叫什么？我叫许静。你就睡那个床吧，床上的衣服都是你的，你换一下。嗯。你们早就来了吧？我们也刚来，咱们是一期的。哦，那你们都叫什么？啊，我叫方琴。嗯，我叫霍秀娟，叫我秀娟吧。嗯，不许讲话了，睡觉了啊！快别说了，赶快睡吧。
床了，方琴，该起床了，快点！哎，该起床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顾秀娟，别睡了，快起来，别晚了，快起呀！教官又该罚你们了，快起来呀！领带不能这样，要拉紧，不能松松垮垮的，这样才有精神。哟，齐冬梅，这才几天呀，你就像个老手了，要不人家怎么就当了组长呢？阿锦，你一定要用心，这儿的教官可狠了，不是抽嘴巴就是用脚踢。真的？为什么要对女士这样？女士，你以为这是在家里啊？这儿没有女士，只有女特工，训练班的学员，未来的女间谍。什么？女间谍？你刚才说什么？这个学校是专门培养女间谍的？怎么？你还不知道？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这儿啊，是军统局办的间谍学校。天哪，这太可怕了！我可不想当什么女间谍，我不干了！哎，我不当间谍，我不当间谍！庞教官，我不当间谍！庞教官，庞教官，别跑了，快回来！阿纪，我不能，别跑了，快回来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阿纪，不，平静了没有？不能见爹，别跑了，快回来呀！阿纪，别跑！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站住！阿纪，我，谢谢你，我阿纪，警察，你放开我！我就是别跑了，放开我！别跑了，快点跑！阿纪，你太远了，阿纪。站住！放开！不应该的！放开我！让我离开！回去！出去！回去！回去！回去！我不要见你！回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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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让我出去！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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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！喂，把那个新来的女生立即送到我这儿来。长官，王长官，我可不想当什么女间谍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放了我吧。这个大院儿，只要进来了就出不去了，除非你学完所有的科目毕业了，成为党国需要的特工人员，由我们派出去，否则的话。
过来。看见了吗？这也是一种离开的方式。徐小姐，你怕死吗？不，我不怕，我只是……只是什么？只是不想死在狗的嘴里。啊啊！哎，你怎么又下来了？这么长时间也没来信。哎，你就别担心了，过两天他会有信的。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。哎，这兵荒马乱的，信也难走啊。说不定啊，哼，他的信还没寄出来呢。阿静在学校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哎，你别担心了，那是政府办的学校，还能错得了啊？来人，长官。顾长官，狗对主人是最忠诚的，只要我发出一声命令，这只纯种的德国犬就会扑上来，把你的心脏、你的胃、你的肺，还有你的脑子统统吃掉。是，是，是。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他被狗咬了，还咬断了一个手指头。你那是做梦，不会是真的，不会是真的。母子连心的，没准儿那就是真的呢。不会是真的，反正女儿到那么远的地方也没人照看。让他早点嫁人吧，你又不让。现在他走了，你又唠叨。大叔，大婶，阿静，大叔，大婶，阿静，是你呀？啊，大叔，我是来看看阿静的，
一个大男人到人家来看姑娘，这传出去对我们阿静的名声多不好啊。大叔，我就是有点担心他呀。哼，他有亲爹亲娘，用得着你担心吗？大叔，阿静在哪儿？我想跟他说几句话。哼，阿静啊，我怎么跟你说呢？他早就远走高飞了。远走高飞？他去哪儿了？他呀，他上军校去了。军校？哪个军校？嘿，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地址。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，你以后别再找阿静了。侍卫，哎，你过来。啊，大婶儿，阿静他没有给我留下什么信吗？留了。信在哪儿？信，一信是口信，让我们转达给你。那他说什么了？他说，他说让你死了这条心吧，你们不会有结果的。不不不，不，这不可能，这不是阿静说的话。这就是阿静说的，阿静让你死了这条心吧，快走吧。走走走走，你呀，快点走吧。大叔，真是癞蛤蟆，还想吃天鹅肉。我就是一个乡下人了，也许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祝你幸福。侍卫，别这么说，你可以常来看看同学们。侍卫，我心里早就爱上你了，无论怎样都改变不了我的爱，我要嫁给你。又停电了。听说是电厂的工人又在罢工了，反对物价上涨的太快了。什么年头啊！你也别做了，去休息吧。哎呀，你自己身体不好，别做了啊。嗯，来，去休息去吧。你呀，也早点休息吧，把门关了。哎，
怎么来了？看来阿静还是躲开了我呀。啊，他不去人家不干，我们也惹不起呀。哼，那我你就惹得起了啊？卢少爷，我们也惹不起呀。既然是惹不起，你们就赶紧去信把阿静给我叫回来。这辈子我是非娶阿静做四姨太不可了。这个怎么，你还敢说个不字？这恐怕……什么？讲。这恐怕人家军校不肯呢，不让他回来。哼，既然阿静对不起我，那我也只好对不起他了。把这个老头子给我押回去，让阿静到我的府上去换他爹。哎，不呀，不行啊，我不能走啊，不行，我家里有病人呢，走，我家里有病人呢。静他爹，静他爹。时候我们也想家，也害怕，可时间一长就习惯了。等熬到毕业呀，我们就离开这个鬼地方了。我恐怕熬不到毕业了，我一闭上眼睛就梦见狗咬我，睁眼还是狗咬人，到处都是血淋淋的。我真是让那只狗给吓死了。你这是受了刺激，过几天就会好的。如果我真的死了，就请你们给我带两封信，这封是给我父母的，这封是给我一个同学的。是男同学吗？嗯，是富家子弟吧？以前是，现在不是。有了富家子弟做依靠，还出来做这个干嘛？我想现在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他们，免得遇事就来不及了。你赶快把信烧了吧，不然又要给自己找麻烦了。不，我不烧，这些都是我的心里话，我一定要让他们看到我的信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里根本就不让写信的，更不许向外寄信了。凭什么？听我的话，别给自己找麻烦了。
他是这种人。别忘了，咱们这里培养的就是间谍，将来咱们也得学会监视和陷害别人。不，我永远都不做那种人。唉，身不由己呀，良心丧于困境，什么都是环境逼的，有时候人就不得不做一些坏良心的事情来。有些人呀，不是别人逼出来的，是自己故意这么做的。齐冬梅就是这么一号人，咱们刚相识几天呀，他就想伤害咱们。这么肯定啊？你有证据吗？我有所察觉。还是把信藏起来的好，要不然呀，真会出什么麻烦的。好，那我就听你的。紧急集合，快到操场，只有8分钟时间。杨可君，杨雪村，杨可君。杨雪坤，过来！队长，杨友敦，后方走！一、二、一，一、二、一，一、二、一。我吃饱了，再吃一点吧。我吃好了，真的够了。